保罗的平行世界，高楼顶上。您忙着处理做不完的琐事，正感到怀疑人生，突然接到一位朋友来电，意有所指地告诉您，此时他正站在某栋27层大楼的屋顶上。您的立即回应是：一，别想不开，我马上过来和你喝咖啡。二，吃饱了吗？没事干的话，来我这儿帮忙。三，高楼风大，没有美女可看，多穿点衣服，当心感冒。四，太酷了，在脸书打卡了吗？五，真巧，我也站在另一栋高楼顶上。